什么都磕，只会让我营养均衡。名场面哪来的甜的？没有说自称，就真的觉得是很点滴的意思。你连睡衣都不行，你连睡衣都不行，你怎么？我不火看辣榜，橘子辣榜我们来了。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罗云熙，我是白露，我们是不是录的最顺的一组音乐？是的。来介绍一下对方在剧中的角色和跟主人的关系。那露露在《长月烬明》当中饰演的是叶希雾、桑九，还有李苏苏。罗老师在《长月烬明》里扮演的是谭台俊，战神明夜，还有是逍遥宗弟子苍九明。质子谭台俊与叶希雾的关系是夫妻，明夜与桑九的关系。男神与他的迷妹，苍九明与黎苏苏就是继承了叶希雾和谭台俊记忆的500年后的命中注定，婚纱相爱的仙门师兄妹。好，这些人关系也很清楚了。非常复杂，也不清楚。对，你们得可能大家听完也没有觉得明白。谭台俊有谭台俊的风，明夜有明夜的威，然后魔神也有魔神的霸气，你很难选，不然引战怎么办？自己内讧哈。那你要说演哪个比较爽的话，那我肯定是反派的桑九，特带感，就感觉你浑身都照着一层光一样，黑色的光，黑色的光。我们在进组之前哈，我们有问要不要去看一下原著，你就说建议是不看，人设上面会有一些改动。他们直接跟我说你就别看了，好，就看剧本。假的，百套，百套有点离谱了，百套没有，吧，几十套可能是有。我是喜欢他魔神的衣服，尤其是那个手套，哇，好想拥有啊！是，还有那套黎苏苏的粉色那套，黎苏苏的粉色披风吗？本来是那个梦妖的时候的那一套，啊，那是叶希雾。Hello。啊，那套那个粉色，那套特别好看。那你们是怎么理解谭台俊和黎苏苏之间的感情的？我觉得有一种互相救赎的成分在里边。用一句剧中的台词就可以非常直接明了地形容我们俩的关系。我的存在生命便是我的死去。觉得最近你们俩谁虐谁会多一点？我有，你也有虐我，我也有虐你。互相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时候不一样，经常就是闹出误会，两个人真的想冲进去告诉他你对我的心情状态，你不过是因为有所不是这样，都没张嘴，反正就是相互误会。整个剧就是甜虐的占比是什么样的？啊，是一半一半吧，就是对对对。那我之前安慰一下会被你们虐到肝疼的观众。你别怕被刀，刀中带糖，糖中带刀。极致的爱一般都是相爱相杀，先杀再爱，而且越刀越好看。我个人是很喜欢 BE 的。那么分享一个你们心中关于这部剧的名场面。丁灭魂钉，跳城楼。跳城楼。名场面哪来的甜呢？也是有的吧。你说你拍摄氛围还是欢乐的？露露是搞笑人的头号人物。分贝担当。不是滚落露。谁玩的英雄厉害，我们就叫横店第一什么？对吧？你这是吧？仅限于我们那个群里啊，没有说自称，就真的觉得是横店第一的意思。你是横店第一什么来着？我小什么小炮啊？我是横店第一韦恩。他带飞没有，我没想到露露竟然玩那个游戏这么的厉害，真的，我觉得自己很厉害了，但我发现露露完全就是游戏当中的谭台俊的那种无力值，看他操作的那个英雄，就知道这个人不好惹。你们刷到过对方最好玩的视频是？露露太多了，我应该有很多。林老师是个很正经的人，刷到都是一些很正经的新闻，那我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。就我们存有彼此的很多表情包，一些非常真实的不能发出来的那种。那下面是一个网速测试，你们俩谁的网速稍微快？那肯定是这方在内鱼也是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啥？什么都磕只会让我真的是这句吗？只会啊什么都磕只会让我营养均衡，什么都磕就是什么类型的都磕。什么意思？你浅浅的微笑，这个我知道，乌梅子酱呀。内娱分贝刺客是你呀？二比二，要不点到石头布，谁赢了就石头飞奔这么一问。一二三，不，好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想对谭台俊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
我等你很久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三点可以。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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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从知道罗云熙，很多小说男主都有了脸，很多小说男主都有了脸，都有哪些呀、啊？你能说出来告诉我吗？白鹿哭戏最牛的是他明显哭的五官崩了，但居然也很好看，会继续努力的。罗云熙是怎么做到打游戏不骂人的？我打游戏过路的狗都能被我扇两巴掌。我骂人吗？我打游戏的时候，你确实跟我打游戏的时候不骂，我还问过你怎么打游戏不骂人。哦，是吗？就你骂也没用啊，他坑都坑了，你骂他也没有用啊，你还不如鼓励鼓励，说不定。鼓励你，说不定怎么个鼓励法？说就是我就是那种好差，加油！觉得白慕言会成为第一个因为笑而下巴脱臼的女明星，我也觉得。下巴脱臼倒不至于哈，以后尽量注意一些。觉得今年英超谁能夺冠？英超，预测一下中国足球队下一次进入世界杯是什么时候？哎，我听说世界杯的名额变多了，是吧？下一届，那就下一届了。等下一位嘉宾再请到位。想到一个很，你说，你们俩在拍《长月烬明》的过程当中，有多少次真的被彼此感动到了？是这个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放他们一马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。那下面是有没有环节？有的话就这样，你确认没有的话就你唱。拍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被虐到哭不了戏的情况？对方角色的技能有没有哪个你最羡慕的？啊，你这就是只问有没有，不问具体的。长得比较羡慕吗？哦，这就问了。这很多我都很羡慕啊，瞬移啊，我也可以哈。你当然可以了，你连瞬移都不行，你连瞬移都不行，你怎么？这东西还是有点必要的。我肯定希望不是 S E， 最起码是以我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吧。那手机里给对方拍的天堂照，有没有机会发出？只要你同意，那肯定。那有没有用你的神图当过手机屏保？神图没有。我就是鹿啊，我都是大米。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朋友圈比对方有意思？他不发朋友圈，他的少。期末考研二选一，跟明天的那个个人知名度是 PK， 如果你们默契值更高，800万粉丝的一个账号就给你免费安利。那必须的。那收费是多少？收费，和蹦极。寻找求生还是320米的蹦极？蹦极。对，320米。剧本杀还是本？剧本杀。隐身还是瞬间移动？瞬间移动。都不要，什么啊？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吻戏，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哭戏是看缘分的，你懂吗？谁气你还是虐你？虐你还是虐他？虐我？驸马还是天降？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。天降就突然出现在你身边的人。驸马还是天降？天降。你爱的人早一天离开还是晚一天离开？晚一天离开。不是最后一道题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呼应的嘛？咋一样呢？这是我说的是，我希望我留在最后，对吧？然后女方说的是，她希望早一点，对吧？这不就是一样的感觉吗？好忽悠啊！不是忽悠啊！为了宣传也是，为了一个免费的宣传，这趴真的绝了，这趴真的，没戏，我们俩真的挺默契。小罗法令纹带出来了，卡粉。我们在现场就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